奇菜，你今天体力特别好，而且看起来好瘦哦。哎，我平常就是固定都有维持在运动，但你知道这两年就有发现，年纪已经是老大不小了，就体力啊跟代谢都有差很多。然后有时候就一个不小心，哎，怎么又胖了？怎么又多一个肉在那胖？所以呢，现在我都要喝这个七日鲜玫瑰绿。七日鲜玫瑰绿可以让你的身体更顺畅，维持窈窕健康的好体态。知道现在炎炎夏日，它有抗紫外线功能，这么多好处，感觉不能随便喝吧？这你就可以放心了，这是由中医师林荣志亲自研发的，它的内容呢都是纯天然的汉方草本，它让你呢从身体由内而外的改善，而且它是有 SGS 认证的，所以不用担心有伤身体的问题。来，这给你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它很方便，它冷热水都可以泡。那如果你没有带水壶的话，就是那种超商卖的瓶装水，可以直接倒进去做使用，就非常方便。要喝多久才会有感觉啊？七日鲜顾名思义就是要七天啊。我一直喝下来，我感觉我上厕所更顺畅，小腹更平坦。如果搭配运动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每天喝的话，可以促进身体的代谢跟循环。这是新推出的玫瑰绿茶。那绿茶里面呢，含有儿茶素，可以让你消除体内自由基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，维他命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长，可以让你的皮肤更 Q 弹。另外，玫瑰花瓣可以减少皮肤干燥的问题，让你又瘦又美。哇，好像很不错耶。对啊，这个喝起来就像手摇饮料好喝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一定要喝这种冰冰凉凉的东西才开心。